帅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？首先呢，海大爸先去换钱，然后我们这是在车库里夹娃娃。今天到稻田打了很多东西。最好是啊，人家在摆地摊哦。很冷的冬天要干嘛？在家里睡觉。那你怎么还跑出来打胎？还带老婆出来巡台？你看这家伙跟我说，哎、欸，老婆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里有个车库，哎，这完全没有地址。你不捞哦？来不及了吧？时间，准备要出货喽。你的目标？哦，滚下去了。哇，我到底有几秒？我看一下哈，十九八七六五，这你还可以多捞一点。你不用替台主摆台啊。八七六，哎，秒数其实还很长哎，不好捞了啦，没关系，打前面啦。认真出货好不好？你直接打这个水杯啦，水杯要出了，手电筒也要出了。发生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甩出是有问题的吗？哦，抓住！看看是不是有爪子，好像进去是不是我感觉好像怪怪的？哎，你赶快捞啊！哦，不行，你想要打那个好。哎、欸，好，你赶快打绿蓝色的水杯，我们要的水杯出货，没有拉出来。对，没有拉出来，不然它就掉出来了。对，哎、欸，出货，快，出，是的，转一圈，是什么声音啊？哎、欸，再继续捞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好，出货，他挡住我的出货路线，不是还有出货吗？还是可以出货吗？嗯，怎么这样？哦，那是收粉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出货了吗、哦？其实好像只能打成条状的，怎么就是你挑的那里？对，认真出货好不好？你直接打这个水杯啦，水杯要出了，手电筒也要出了。对啊，那就是要出货了。可是我打还真是不好啊，有一点，有点吃惊。老婆，你要打哪一个？你要捞边缘菜，捞捞乐。掉下去了！我们不愧为甜甜菜。它爪子怎么碰到的？对，有时候好像碰到就收爪了。哦，我们家小田又要出货了。你要这样要怎么当赛车手呢？赛车手怎样？哎，我以为他会不会，他怎么办？老公，你帮我，最后一抢。这个会丢哦，很丢哦。该怎么打包包？对，打包包。可以吗？没有抓。不行啊，你一定要抓起来的啊，不然你要怎么出？我要看一看哈。啊，你丢回去啊！你丢回去，你很白痴。好，没关系，还有下面那个。哦，刚好可以把它丢出来哈。没有，你打下面那个，它也还是会出啊。
啊干！啊哇，你好帅！你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好强哦！那不是补位吗？补位不是这样下来吗？妆太厚了。哎呀！哎、欸，那个可以出哎、欸，那个可以了。你说这个？对对对。那怎么出？对，就这样。对，你看看，不是你刚刚要打是对对，老公他要下爪了，好下爪，对。要属火喽！好，换你。为什么你把它出出？你才会捞捞乐啊！捞捞乐是。还是它太重了。那笑声太邪恶了。你看这个我就。不是你先夹底下的，我就不会二收啊！如果不要二收，我就无敌。是啊，他现在。哎呦！哎，可以耶，那可以收下去。会小看我们家老头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。好了，输了，终于。好，换位置。哦，水哦，水哦，出货。水啦！终于害我们破费。第一次来这边。哎，你刚看到吗？下宝爪具哦，有看到吗？下爪具哦。是啊。很明显的爪。所以只能够让它一次滑下来吗？你捞出了什么？捞出了什么？拿出来看看，一次滚出来两个，哎，果然是捞捞甜，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很机车，如果这个可以走的话，它能走的话，出出来，它如果能出来的话，这粉就好多了，粉就好多了。有了有了，你来好了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一边？这个位置好像好多了。对，好多了。但是能不能下？一枪定生死。哎，出！哎，所以他又不会出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三角，那个圆圆的。哎，哦，好难哦，这个。对啊。这个反而是天敌耶，他就知道了，这种方方的，不要玩。我觉得我不行的。好，不行就放弃啊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这怎么那么漂亮啊？为什么？太滑了啦！太滑了。输了吧。阿根，那不容易啊，那误击很小。好了，我们放弃了，老婆。哎、欸，你出货。阿根，你居然放一圈。我觉得它很难的，但是有个东西可以出，就是后面那个方盒。老公，你换我。你知道我说哪一个吗？我不知道。四爪要出货。真假的？四爪可以出货？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下爪嘞。因为你刚才那个是斜坡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差一点点，不容易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怎么下爪啊？啊，那然后嘞？你只要能让它过那个坎，它就可能会滑出吼。看运气喽，运气之神，眷顾在我身上啦！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怎么？有点推了，怎么样？这挺他一定要怎么操作？这就难了。耶、yeah.！捞捞甜果然厉害。你们管制在哪？就前面那一个、啊。白痴哦、喔！出货！我看一下他多野圆管制，他光溜溜吗？没有啊，有穿衣服啦。他怎么感觉好像
被绑住了，还是我要把它拆开来看？客气了吧，有胡渣哦，有胡渣。